你找谁啊？我听陆大娘说，这里是不是有个大夫？哦，我就是。我，哦，里面请吧。 快躺下吧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你都不问我是谁吗？嗯，大约是住在对面。你让我躺在这儿，难道都不会嫌我脏吗？在我心里，病人都一样。来，快躺下，去里。